She just ain't doing it.大家早安，不对，大家晚安，大家好。你今天在干嘛？为什么？没听到。晚安安，好热哦，不行哦，桌子好乱哦，发生什么事？衣服早就拿到了，晚安啊。煮煮粥要加油哦！好的，没问题。我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的疲劳状态，快睡着了。好累，好累。晚安，晚安，大家晚安。煮煮赛前表演是靠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吧。嗯，右边。那再见，先去睡咯。没有，就是应该还可以吧。没有啦，就是等一下直播完，可能就早一点去休息这样。台东好玩吗？台东超好玩的，好漂亮哦。所以你是跟老板同一边吗？那他是左边，你们的左边，我的右边，我跟他刚好不同边。你再给我乱称。乱称什么？你今天在造次，好喜欢哦！我刚刚我真的觉得，我真的体力真的是，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现在年轻人的体力。我去台东，对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去三天两夜嘛，一天一整天，第一天是一整天都在彩排，然后第二天是。从早上开始准备，晚上表演这样，然后第三天回程这样，然后结果呢，我就第一天的时候，大家就是彩排完真的累爆，因为真的我一直不断重复跳、重复跳、重复跳，然后大概也没有到很多，也蛮多次的，然后小跳啦，是小跳，前面是小跳这样，然后但是也跳蛮多次的，然后那一天大家就很累，就直接睡。然后昨天因为表演，就只跳了一次、两次，总彩跟那个两次这样。然后跳两次之后呢，我的痘痘要不要擦个药？不用没关系。然后一结束说，大家还去唱歌哎，我真的觉得他们大家真的很体力很好哎，很强哎，我直接在饭店睡着哎，啊也没有啦，我在饭店吃两个泡面。然后晚上积食睡不着，积食好就消耗完以后我才好，真的我觉得他们体力很好哎，就很优秀，我觉得非常优秀，他们真的很厉害。小林是谁？我真的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做不到这么。你要顾身体哦，对啊对啊，我要顾身体，我都有提早睡觉，我第一天直接从10点半睡到早上8点，哇，超饱超饱。跟你说过25后体力只会越来越差，天哪，这样不行，难怪我24了，开始逐渐就是有一种体力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这次一样没有抢到票，我们礼拜天线上见。礼拜天线上见哦。你说那个吗？那个手牵手，我们已经都是好朋友。吃太饱咯，吃太饱睡不着。对，我吃太饱睡不着。原来你才24哦，哎、欸，不可能哎、欸。
嗨，嘟嘟 ，Hello 德全 ，Hello 吉米粥，大家晚安啦、啊，小宝贝，你叫妈妈吗？你在造反呢、啊？还在找哦，你们很会吃欸，我们很会吃，我们很会吃，还好你当初是篮球啦啦队，不是棒球，不然遇到延长赛就是。对，我有点害怕。圈圈，圈圈到底在哪？圈圈。哦，我不要。你们去台东都吃大餐啊？哪有？你们都吃便当哎、欸，我哪有吃大餐？我哪有吃大餐、啊？我都吃便当啊。棒球啦啦队禁忌应该知道吧？不知道哎、欸，可以跟我说一下吗？有什么禁忌？我也不知道。那个最好是便当啦，那个是。你说那个地瓜球吗？地瓜球是我自己我们自己订的，然后自己又订了一个葱抓饼，就这样。因为那时候在等彩排的时候，圈圈你干嘛？球场上千万不能说今天能早下班，真假的？那个最好是便当啦，炸的葱抓饼豆豆冒不完了。你为什么葱抓饼会冒豆豆冒不多？葱抓饼不是就是一般的葱抓饼？感觉你去吃流水席耶？没有啊，我哪有去吃流水席？我都一直在吃便当哎，我完全没有吃流水席。哪有？我们甚至都没有去餐厅吃饭哎。研究不是什么东西？说完不是打爆对面就是被打爆，一定会加赛。Oh my god！很丰盛欸，那个菜色，哪有？台东晚上应该没事做吧？新庄棒球场吗？你们参加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吗？没有，有些人有去，但是我没去，我都没去。你们说的这些，我通通都没去，完完全全没有去。谢谢嘎嘎 B 的一颗星，完全没有，就是睡给他饱的这样。你跟动你啊、你限动菜色丰富到我担心你的胃嘞。我哪有？我有吃什么吗？没有啊。圈圈。抓到了。嗯。妈咪，爸爸。不耐烦了，嗯，去吧，去吧。抓了，抓了，抓了。什么时候带圈圈去找怡婷家的阿伯？阿伯相认。圈圈，拜拜。六月三十号起是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这几日应该是在准备中。没有，圈圈有这么好抓吗？怎么我都抓不到？圈圈，所以你们七月一号是一边三个人吗？其实这个我也还不知道。我的额头很有福气吗？热气球还没开始吧？
啊，我好想去热气球，我直接是在饭店睡到饱，真的是睡到饱。啊，我知道了，为什么你们觉得菜色很丰富？是因为早餐吗？早餐就是 buffet， 就是一般 buffet 这样。这两天你儿童有福气，是说台东可以算我第二个家、欸？哎，真的假的？我觉得超舒服的。台东的生活步调就是比较缓慢一点，就每次去台东的时候就感觉哇、哦，生活感觉有点慢下来一点，就很舒服。怡婷的缅因猫叫阿北哦，还是阿伯？好好恢复体力，明后后天还要去球场。对啊，星期六要哦，阿北，他叫阿北哦。东部跟中部生活步调都比较慢一点，没有，中部也是不错，但是也是蛮快的。但是真的东部是真的很舒服。当初在彰化念书，一开始还不太习惯、欸，真假的？台东就是养老的好地方，真的很棒哎、欸。所以你公演只有星期天一场吧？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应该啦，我还不确定，我还不知道。你知道22号请假，害我你知道你22号请假，害我24号要请假吗？对不起喽，什么表情？收到，对不起嘛。不然怎么办？我就对啊，我要工作，没办法。对呀，台东步调真的很慢，太阳升起到落下花费72小时，最好是啦。彰化的步调慢慢的，这让我这个台北人一开始是真的有点不习惯。真的吗？有差这么多吗？我之前在台东住四，在台东住4年读大学之后，硕士回台东文化。之后硕士回台东文化中心办了一个展，请交代不参加的原因，当然不能说啊。什么表情？不是惊喜的那个，反正就是有工作。你有工作是好事啦。彰化慢慢地哦，是什么意思？啊，彰化慢慢的哦，是吗？是吗？晚安，茶茶。彰化人在此有同感，有吗？彰化人也比较慢吗、啊？好吧，其实我很少去彰化玩，我去中部大概就是中部算是哪里到哪里是中部啊？看一下，我怕我说的是南部了，等一下我看一下。苗栗，对啊，台中就很快啊，云林是真的也蛮慢的啦。你是说你说的活动公告是哪一个啊？什么是活动公告？中部是苗栗到云林，云林是真的稍微慢一点点，南部比较慢，我都直接瘫了。南部也比较慢吗？我觉得我上次去高雄也还是有去的，都算是就是偏比较快的地方。最快的应该是主角的心理吧，直达。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可是台中很快啊，步调超快的，就像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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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电影开的比较晚耶，台东是真的10点要准时睡觉。你去的几个地方比较工业化的城市，你说7月1号以前不是还有其他跟你有关的活动吗？就是个啊，就是昨天这个啊。就是我们要去的，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公开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没有跟大家讲。但是貌似真的是没有特别公开讲这样子。对。对，在台东。对，在台东。所以每次骑车送月子餐都非按喇叭不可，太慢了，真的哦。要小心哦，没事，我们要上班也去不了。对，前座能见面吗？这个我不太确定，这个真的应该是会，但不确定。火车便当吃几个？吃2个，去程1个，回程1个，总共2个。在台东我们也过不去，
对，因为真的台东只能那个啊，台东只能火车。我们这次坐了新自强号，很厉害，超快，也没有到最快啊，但是就是还不错的速度，然后又很干净，很大，很稳，没有答案的答案。我以为一餐吃两个，没有啦，怎么可能？对，但是因为我真的不确定我前座的部分，我还以为你下去就刻了两个，不太行，怎么可能？我觉得新自强不好坐，啊，真的吗？累死，上班淋雨，下班也在淋雨。我想问，这三天台北是有下雨的吗？好冷哦，小心。Hello， 煞气，你好。所以强化版蟑螂须是，就是因为它是走一个嘻哈路线。今天才下雨，因为台东前两天是下大雨，就是一直狂下，喷几滴而已。今天晚上也有下雨，真的，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微呛。如果大家觉得我有点呛掉，请不要理我哈。啊！大家要记得去爱心的限动赞赞哦。我要来做一件会被大家骂的事情，请你来。刚刚说了，刚刚睡了你的意可以睡饱，刚好睡了你的意可以睡饱，什么意思？你说因为台东下雨嘛，我本来想去海边拍照，但是我真的必须跟大家讲，我不知道应该可以发吧，但是我拍了一个吃吧耶、yeah, 精神不济，所以呛掉了嘛。对，不错了，之前台中台电有电气化，速度快很多，真的不止被骂还会被打。等一下，这样好像不行。我跟你讲，我们拍了好好看，想吃就吃吧，你确实要多吃一点。但是我上次就是吃太多，然后积食。袁俊俊的声音，总觉得刚听到他的声音。你这几天体力用太多了。对啊，超级不行了。给大家看一张我觉得超级好看的照片，到时候发给大家看，好好看哦。你有海滨公园哦？没有，我没有在公园拍到照。好伤心。我觉得袁君君又在玩水，但是我没办法冲出去揍他。你看，我觉得超可爱的。糟糕，我的相机比较缓慢一点，大家等一下。你看，超可爱的，走，算我的，快发快发！等一下，我要找到旧电脑才有办法把它输出来。它是旧相机，对，要等我。东部干线最近几年换车还蛮有感的，真的、哦。对了，七月公演怎么请假了？有工作。七月公演有工作，对，给大家看一张，我觉得超好看，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发，应该是可以啦，现在应该不会特别怪，但是是在饭店的床上拍的，但很好看，应该可以发吧，我觉得蛮好看的，超美的。发都发，那个姿势真的不错看，对不对？我也觉得超正的，超辣，超正。你看，好看，好看。好了，到时候等我发，等我找到地方可以传出我的这个相片以后，再跟大家讲，再给大家看我的照片。君君来，不要，你怕妈咪抱抱是不是？你什么都看不到，发出来就更美了。
好期待哦。你们知道我们表演的那个就是长绒的睡衣吗？商务舱睡衣，超舒服，超热，很保暖，薄薄的但很保暖。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星期六来得及回来唱最后一首歌吗？不知道哎，真的不确定。因为那时候本来想说看能不能赶，但是好像有一点点强碰到时间。以前我台中到台东自强号快要8个小时，现在只快了5个小时。对，那是睡衣，真的假的？以前要8个小时，对，现在只要5个。我回来好像4个小时而已。长绒啊，要呼叫的哦，这好好吃。安全可贵公了，来得及大合照就好。我看看到时候的状况怎么样，但我不确定，我不确定公司会不会让我过去，因为我等于是已经没办法到了，但我不确定公司会不会让我过去。嗯嗯 ，Hello， 博成，请假应该就不会让我去，应该是一定不会，应该不会。以前要到高雄换火车啊，因为你是台中到台东，对，那没办法，除非你爬山。所以你只请了半天吗？没有没有，就是刚好表演的时间我是在工作的。那我不确定赶不赶得回来。是洋芋片啊，不能请半天吗？不行，你不用到，因为你在我心里。我不确定了，我要问问看。Hello， 贾鲁特。坤坤，你在干嘛？你要干嘛？这饮料跟竹马一样，那一堆是礼物嘛，跟公司的礼物一样乱。对，我的礼物。因为我还来不及把他们归位，上礼拜拿到礼物之后，我就准备出发了。我就出发去台东，现在全部东西都堆成一团，还没整理。是什么可爱的洋芋片？应该是起司吧。好好吃。既然如此，明年为了你不要这么辛苦，不送了。哇哇！我怕你们太累，明年的时候变少一点。所以走了吗？公园会再来吗？我们可以走了。每日任务授权权一，主组这次没有办空姐，好可惜哦。对，因为我是街舞组的。
这次是街舞组。我直接把一包嗑掉了。脖子还好吗？还好。这次这样舟车劳顿，身体还行吗？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有点快感冒，然后但是又不像感冒，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超级紧张，我现在超级害怕的，就是好像有点感冒，但又不确定是不是感冒。可是又觉得好像，我现在不太确定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啦，因为我们那边就是一直超热，然后进饭店就很冷，然后又出去又很热，然后又进饭店又很冷。我先赶快喝水，我觉得我好像不太舒服。这是感冒吗？会不会是中暑啊？不知道哎、欸，我现在不太确定是感冒还是过敏性鼻炎，还是会不会是中暑？我也不知道哎、欸。上次空姐我记得是六年前亮饭店香堤广场活动，哇，真的好久了。台东确实真的超热的，嗯。月月后遗症嘛，对，月月的，因为我跟你讲，月月的时候我身体又会比较弱一点，所以我就不太确定说我自己现在到底怎么了，我现在就有点怪怪。你要顾好身体哦，周六票已经买好了啊，周六我不在呢。樱花牌的应该不会忽冷忽热吧？我们家好像不是樱花牌，好像不是，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月月的错，对，月月的错。哇，哇，七月一号不在吗？哦，七月一号在，他说棒球，吓到我。哦，在，吓到我。那这边睡去好多。嗯，不光光。我还没走，我今天昨天最后一天，这孩子很饿，好可怜呢、啊。我刚刚回来，然后来不及吃，我就刚45分的时候迅速的泡了一碗泡面，然后迅速的把它吃完以后，现在有点偏饿一点。客人要再来一点，再点一份吗？怎么饿肚子？因为我来不及点晚餐，没关系，等一下趁竹妈回来的时候叫竹妈，请竹妈帮我买。突然的话会真的超级饿，大家赶快帮我按赞，五亿。Thanks for a year。呜喂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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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这个妹妹超可爱的，小妹妹。哦哇哇哇！你边吃播也可以啊，可是因为我要，如果我要拿的话，我要下楼拿就不行。好坏哦，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是因为生日会穿太辣所以才长痘痘的吗？不是，是哎呦是因为我那个来所以长痘痘。公演我一定到。 Oh my god， 不要哎呦呦呦，又泡面哦。你本人到可以啦，你的分身不要到。你的分身不行，但你可以到，你一定要到哦。但你的分身不可以到，他被禁止了，他不可以出现，他绝对不可以出现，我一定会很累很累。
请问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是说更年期吗？你现在在说我更年期吗？我这次公演完全没有排假，刚刚赶，真的假的？好哟 ，Hello 紫美哥 ，Hello Blanco， 五位，等一下再来分享。好喜欢哦，还我欲哭无泪。我没有到更年期就没有来了，我没有到更年期就没有来了耶，什么意思？嘟嘟，坏，你应该没时间去看去载看板吧？看板还在吗？在看板吗？看板还在，我有特别传讯息说姐不要把它丢掉，我来上网查查看长荣。航空，这次是什么记者会？看一下，看一下这次，看一下这次的这个有没有出？没有，不是记者会，是长荣航空新品发表。看一下这次的有没有网络上有没有影片？没有，没有影片，好吧，那没办法了。跳舞影片给大家看不到，我放音乐给大家听。我来看。大家用听音乐的。谢 WZI 的告白气球。你真的看不到我在哪、啊？我在第三排的最，从最旁边跑到，没有到最旁边啊，从旁边跑到偏中间一点点。谢谢 WZI 的温收铃，谢谢嘎嘎 B 的温收铃。咚咚咚咚！我只看到很小一只，我没有很小一只哦，我很高的，我算很高的。谢谢 WC， 哎，很棒，开出来幸运小礼物，提篮盆花，提篮盆花，对。哎、欸，怎么可以看？你是看成其他女生是不是？我会很高大的，在发光的那位吗？哪一位是发光的那位？给大家看这段，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脖子会受伤，不是受伤啦，就是脖子不能动。
你看到新闻了？有，我有那个了，我有暖身。谢谢 WZI 的紫色泡泡，双手比赞，谢谢 WZI。还有温秀玲。这歌真的很累，超累的。那时候超级紧张，还好有前面有复健的日子。有热身就是没有，我前面第一次的时候没有热这么就是没有想到会这样，所以就没有热的那么就没刚好没有热到头。然后对，后面几天就也乖乖暖身，不然的话我的脖子大概就。Say goodbye， 痛到一个爆。对，就是这个。这个有影片吗？是不是没有？哇，没有影片哇！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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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没特别说表演，小盒子女人有我看到了。什么是一公司？没有，这是长荣的。有热身就是对啦他他他啦他他他啦他他他是一个很好的历练，对，而且认识了好多好多就是新朋友，大家就是哦，我本来想说你怎么会在街舞组，看来是分队了。对，这样的话星期六可能就要看到脖子僵硬的原子组了，可能会哦，我看到有个小只的还蛮好的，还蛮好看的，好像吼吼真的是吼有点力哦。我有看到新闻，长荣不是一开头的吗？我记错了吗？好像是 EVA EVA 是吗 ？EVA Air， 你真的快要变成虚竹了、欸，真的，我跳完我回家不是回家，我跳完回饭店直接不行哎、欸，我跳完回饭店，我真的是呈现一个就是。精神萎靡的状态，小宝贝，妈啊，妈啊，啊啊！不要去，圆圈圈，不要去！你完蛋了！你没有得了！不准到，你干嘛？你睡觉好不好？我们睡觉，这是你睡觉时间啊，那么辛苦宝贝，睡还是不睡？睡觉，睡觉，不准睡，起来，躺着，娟娟眼神。那个马阿叫了有用吗？他有用哎、欸。有的时候，对，就是就像那个老师讲的，他说坐下，等一下，对，坐，就是坐，竹马喊成娘，你还不是娘？对，就是他就是像传讯息一样，他有没有要回是他的事。就是你叫了他会不会理你，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如果很无聊的时候他会回你，但他如果有要玩的东西他就不会理你了，对不对？小圈圈知道竹妈的辛苦了。
新闻中祖祖竟然被称为舞者。我们是啊，应该是吧，全部都算是吧。等于我们这次是全部都，我们是全部都有，全部都是跳舞。啊，原来我是第二个舞者吗？由大群舞者身穿睡衣表演街舞。我跟你讲，我旁边都是舞者老师，我跟你们说，全部通通都是教街舞的跳舞老师，这超级紧张，压力超大，认真跳，而且我真的是用三倍的力量去跳，真的是超紧张的。有表演的照片，啪啪啪。所以睡衣有送给你们吗？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怎么可能？原来祖祖是强巴拉，是什么？强巴拉是什么意思？圈圈、坦坦，不是 Julie 老师吗？ Julie 老师的专长不在这里， Julie 老师专长在穿衣服，怎么办？ Julie 老师可能没办法。厂商应该要顺便业配的吧？我想圈圈。应该有点难，因为那个叫什么，睡衣都穿过了，还要回收，不知道哎、欸。你喜欢睡衣哦，那我去做一次，把睡衣送给你。睡衣可以送吗？我不太确定哎、欸。圈圈可以休息了吧？对，圈圈他现在是应该是要睡觉的时间。嗯。小宝贝。业配飞机吗？搞笑什么？香港飞台湾应该没有睡衣。他们是不是想要偷偷拿去买？这样子的吗？商务舱的睡衣要买吧？要吗？不用吧？可恶，睡衣50收。睡衣要买吗？不是直接送的、哦。我以为商务舱是直接送的、欸。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直接领走。对啊，应该是可以直接领走啦，应该是吧？我知道哦，头等舱才是送的，是吧？我不太确定哎，不太知道是怎么样。但是哦，但是他们这次的这个过夜包好像很厉害，跟阿玛尼合作的，厉害。长荣的购物网站有卖，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好酷哦！长荣购物网站有卖什么？你怎么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知道吗？我真的很少搭飞机耶，厉害！又没有送给你们，对，有卖你也不会买吧？嗯，对，我有我的睡衣，我有我另外一种的睡衣。我没有坐过商务舱，我都坐经济舱，从来没有坐过商务舱哎。因为我去的地方都蛮近的，我们家都坐经济舱。你有爱买屁，竟然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长荣可以买哎、欸。你很少搭飞机，手指头数得出来吗？你是说记得的还是不记得的？小的时候，竹马有带我出国过，但是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出过很多次国哎、欸，对。因为等于是很小就开始，我没有坐过长荣的商务舱、啊。你真的、哦、没有坐过长荣？那你上次坐的是什么的商务舱？经济舱可以坐，我都坐货舱，可以，很棒，就荣。出社会以后零啊。哦，没有啦，你说我13岁出社会以后嘛？如果是从13岁出社会以后的话，一次。嗯，我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我只有一次，是我那时候，就是那一阵子刚好就是，反正就是刚好有一个假期就对了，好像也是端午连假吧。然后就想说带着竹马去韩国走走，因为竹马也没有去过韩国，就
就是我只有出过一次国，所以我现在很难过，我很想出国玩，但是不行，现在圈圈很需要我，所以就先等他长再大一点再来考虑出国的事情。也没有做过，国中做过而已。对啊，就是毕竟工作嘛，就是工作这样要弄那个时间也不好搭配，所以竹妈什么时候要带你去坐飞机吃下午茶？13岁还在妈妈的扎扣，煮煮好早霜。对呀、啊，那个时候13岁就是第一次哦。讲到这个，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是参加璀璨之星，然后男生女生都可以报名。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好像剩下5天还是4天报名时间。如果大家对于演艺方面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到10的官网上面，不用官网，10的璀璨之星，我不确定在哪里，10的 IG 上面应该会有，就是给你们网址，然后你们就可以去报名。反正好像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有模特组、演艺组、花样少年少女组。然后跟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网红组，去年有，但今年我不确定。就是我是璀璨之星第几届，我璀璨之星第一届的，现在璀12楼，大家请多多支持我们的璀璨之星，欢迎。就是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年龄限制啦，但是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也可以跟主当同事。你只想当我的长颈猪吗？你已经超龄了是不是？好的，我到大前辈英法族可以吧？我没有到老屁股，我不是老屁股，我还算是很新的新人这样子。对，祖祖前辈了嘛？我们好像比较少叫前辈，我们都是叫祖祖，叫学姐，对，叫学姐。哦，网红组这次也还有是不是？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网红组，你们就可以 TikTok 一下。等等，就棒，哎哎哎哎哎，小宝贝，哇，励志哎！第一届还不是老屁股，对啊，我还不是，屁股只有翘的，没有老的。金木中，小宝贝，你要睡觉啦。祖祖阿姨可以跟我合照吗？祖祖曾祖母了吗？我真的没有到真的很资深很资深，对，就是对。小宝贝，但是真的蛮推荐，就是大家身边或者是什么有想要有喜欢那个演艺类的东西的人，也可以推荐他们来。推荐他们那个体重超标可以报名吗？可以。我记得演艺组好像没有那个规定。高祖母了，高祖母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身边有兴趣的，比如说侄子侄女啊、儿子女儿啊，有兴趣的也可以来什么花样少年少女组吧。哦吼，你这句话很危险哦，我就不念出来了哈。我有兴趣跑龙套，原来祖祖是 OPK 是什么 ？OPK 是什么？祖祖资历并不老，老的是年龄。哦，完蛋了，我不是我老的是身体，我是老人的，老人身体。外甥女可能还要10年之后哦，那先等等。快圈圈哦，圈圈去是吗？被问你为什么要来选，因为我喜欢你们公司的那个祖祖，可以耶，可以。100分，演艺组最知道的艺人是李毅吗？最近吗？最近演艺组，艺姐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资深的学姐。我以为你要说老的是身材，哎、欸，什么？你现在怎么越来越期待我？你越来越期待40岁的样子了，是不是？艺姐是艺人组，她是艺人的。也不是艺人组啦，就是艺人。然后但是好像有一些我不确定有现在有没有模特的工作，我不太确定。人家来追演艺事业的，我是来追你的。
笑死。目前可以看到八成了吧，竹竹的40岁。可以看竹妈啊。你看竹妈40岁长什么样，应该差不多。薏仁红豆汤。Hello, 弟弟。对，就是。可以也可以追男生。你是模特儿组的吗？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分组别。对，就是我也想看祖祖40岁的样子。我们最好看得到啦，艺龄比较少，艺人嘛也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蛮多的啊。新生代艺人大家可以去看现在那个什么职场生活，机智职场生活吗？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生活，我有点忘记了。小宝贝，你要，哦呦呦呦呦，你要干嘛？你要换边是不是？你要这样子是吗？哦，好的好的。竹妈才是资深的，竹妈真对，竹妈对，对对对，雅琪演的那个，现在最近新的那个好像是《职场生活》吧，里面好像有三个男演员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艺人。竹妈照片谁有？怎么看？是，我有，你为什么有？你想下去是不是，小宝贝？来，嗯，你是要在这儿吗？还是你要上来？你要什么？你要干嘛？不准，不准玩线。一哦，换边好了，这样，啊，这样。糖糖，糖糖，对，糖糖。哦，你不要了是不是？你想下去了是不是？我没有，还要按摩是不是？月月真坏，竹妈年轻的时候照片我有哎，你为什么有？你们为什么有？哪里？之前注意到生蚝哥，对，生蚝哥也是10的。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看王静的那个吗？就是采访，就是我觉得对啦，就是这个话题真的比较敏感一点，但是就是。大家要保护好自己，这样子对。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东西我们值得关注的，比如说幼稚园，他那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对，是真的。对啦，现在就是有太多的问题了，但是幼稚园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现在有那个啦，新的那个啦，不代替喂药了，就。大家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这样子。那个翻出来不会被竹妈禁吗？竹妈是不会啦，她 OK， 她觉得她年轻的照片很好看，她自己都觉得，嗯，你看我那个时候身材好好的。但没办法，最近竹妈就是，老师也有自己的苦衷啦，老师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对，就是。说要不要喂药这件事情，对吧？但是也相对的，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小朋友，毕竟小朋友就是，对啊，第一个学习的地方是家里，第二个学习的地方就是幼稚园，所以要小心。真的假的，月月，还好吗？我跟你的小朋友，要确定呢。这个是谁？好可爱哦！小孩不好教啊，我想。你小心被他咬。Hello， 阿鹏鹏。Hello， 杰克。什么东西？照顾一个小孩子长大不容易，你们成员之一。2023年，对，要确定是我的吗？被绿了，哇，这个应该不是只有被绿的问题吧？
Hello, Lingo。看到 Lingo 真的会想 ring 啊 ring 啊 ring 那个三旗声，艺林吗？是艺林吗？对不起，我偷打一个哈欠。圆圈圈，圆圈圈快睡着，我也觉得我快睡着了。不是，那是燕子嘛？还记得我吗？凤宝宝，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小，那个谁，少彤吗？开始没电了，对不对？有一点点想睡觉。小雨哦，不是啊，他们说不是燕子，可以休息了吗？再播一下。燕子啦，哦，是燕子哦，真的是燕子哦，我还以为不是。小宝贝也哈欠了。今天不是播一个小时吗？同人们都要反迷途了，同人处理性品处理到提离职了，啊，好辛苦哦。可怜的燕子又躺枪了，所以那不是燕子是不是？那真的是少彤是不是？我再放出来他的黑历史，他就要出镜我了。好啦，但是很可爱啊。猪猪有没有洗头？有，我有洗头。哦，是哦，是真的是燕子是不是？谢谢月月的红玫瑰，红玫瑰吗？红色的玫瑰花吗？好的。好可爱哦！燕子说少彤小时候有在活动遇过，哎，真的假的？虚竹可以休息了，看不出来吗？因为真的蛮小的，所以其实有点看不太到。对啊，Hello 思琪，谢谢凤宝贝的红玫瑰。可爱，有时间休息就多休息。那这张你看得到吗？这张是燕子吧？啊，不是，小雨吧？这一看就知道是小雨啊。他现在不就是个孩子吗？这小时候的照片不是跟现在长差不多吗？契丹出来之后，你应该会比较忙吧？不确定哎。对啊，毕竟，累了就休息没关系。所以星期六的应援舞练得如何？有，我现在有在努力练习。对，噔噔噔噔，一二三四五，噔噔噔噔噔，一二三四五，换边弹吉他舞。然后还有什么？哦，我本来还记得，我现在只记得吉他舞了。不行，那个要再背一下。我少一次可以喊欲哭无泪，那就少一次吧。好气场，你气场强大，谢喽。我期待之后你很忙，这样才是好事。谢谢德全，我也希望。谢谢大家，就是陪在我身边。反正我们是看你们应援五次要啊。不行啦，这是专业，这个要尊重 Angels 们他们的专业职责。我们就是这次是你知道吗？就是体验一日 Angels， 所以我们要对要成为一个称职的 Angel。从台东回来了，对呀，那该收播练应援了吧？没有可能收播以后回去睡觉，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哇，真的是。累到晕晕欸。慈妹是，其实大家一直跟我讲说要跟慈妹拍照，但其实我不太知道慈妹是。对不起，我现在查，慈妹是不是？圈圈，小圈。
圈圈。好，我知道了。如果我有看到姊妹，我就跟姊妹拍照。好，要你开球，我就冲去洗。没有，我没有开球，我可能体能没有办法开球。现在我来了，金控大战短金 PK 什么？秀秀子。慈妹现在还在日本，应该是没有，但慈妹没有搬、欸、哦哇，最小只的就是慈妹了，慈拉拉队哦，真的、哦，真的、哦，居米粥，慈妹那天有送，好像没有，辛苦了，然后一直想跟你说五月生日会临时有事，看完六月就回家了，抱歉，没事，没事，哪有可能？不要说本垒板了，你丢到观众席就没问题吧？我怕我丢不出去。秀秀子有上吗？应该有，应该会有。秀秀子跟安娜应该是会都会上，应该是啦，我不确定，应该是。噔噔噔噔噔。嗯哼哼哼。好哟，拜拜。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开球，女生可以前进一点啦，真的吗？那我只想看猪猪，真的、啊。所以你们是分两边吗？应该是，好像是，好像有分两边，但我不确定谁是哪一边。没看到生日会，不难过，不难过。秀秀子有啊，出席成员公布了，真的、哦。投不出去就挖呀挖呀，在小小的棒球场呀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丢小小的球，球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球场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丢大大的球，球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棒球场挖呀挖呀挖。反正你有机会开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爆头就对了，但不要往二垒丢，这样有人，这个有人做过了。跟乐天应援一样，六人分两边，应该是开球是面面栗子跟易云，对呀、啊，林香香香哦。你挖球场教球员如何打球？对，对不起，那个要练习耶。站在投手丘离本垒板其实超远的，对，很远呢。台东好玩吗？饭店很舒服，很好睡。我是直接躺上床就直接的那种睡着。对，商旅，然后还蛮，我觉得如果是轻旅行的话，我觉得蛮舒服，因为它离海边也蛮近。叫尾鱼饭店这样子，尾鱼家族饭店，尾鱼家族饭店好像是。对了，刚才转播的主播在山上有说星期六的重点活动，有提到你们呢，真的，要挖去新竹球场挖。那是什么活动？你说高雄不是高雄？你说台东吗？富邦的主场，一个小时去到了，去睡吧。哦，是新饭店吗？是新饭店哦。然后我刚讲到哪里？然后哦，那个是长荣航空的一个记者会，这样。然后很开心可以，对，虽然我很多认识的朋友们。对，就是这次都没去，但是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很开心。哦，舞者老师们真的很厉害呢，这真的都超强，世界上最会跳。哎，那我帮雅弟宣传一下好了，我帮弟弟宣传一下，那个他跟他老公的那个叫什么？他跟他老公的 YouTube 频道，来，丹弟与小张。大家可以去看他们，就是从创业聊到灵魂，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帮他宣传一下。他说他最近刚开始做 YouTube 这方面的东西。小宝贝怎么啦？什么东西？有老公不要？台东不是好山好水吗？老公是啥？他老公啊。
某例子因为要开球去打几场练习练头的，结果手痒去打球靠到自己淤青。真的假的？小宝贝你要下去是不是？是不是要下去？好嘞，好可爱的小宝贝哟！谢谢厚厚的红玫瑰。开球转是怎么选的？是你们自己报名的吗？公司选的，公司选的吧？没有听过“老公”这个词。没有听过老公这个词哦，老公是什么？对啊，老公是什么？好笑哦，两个小时前阿迪的 YouTube 发了一个影片，大家可以去看，好像很好笑，等一下来看。小宝贝，你又回来找妈咪了。老公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你的老公是我，哎，很会。最近每日的生日灯箱你有去吗？当然没有，我现在要先把我的应援舞练好哇，最近有一点点来不及啊。对，哎，七月，等一下，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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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给厂商一堆照片，厂商看照片挑的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亲爱的大家，我没有参与这个环节。对，后天，我现在很紧张，我都有去，你怎么可以不去？你去了，你去拍了，你去拍了，怎么可能？好，那你去拍。那祖祖有呛丝曲吗？有，还是你们有？到厂商那边面试，没有。礼拜六要上场，你确定只有一点点来不及吗？没有啦，我本来已经会了，我已经会了啦，只是我记不住谁是谁的。就是你说哦，这支舞什么？哦，当然，就你知道有那个，对对对，那名字跟舞有点对不起来，而且舞里面的小细节，就是比如说一阶、二阶、三，我可能会不小心一阶三这样子之类的。面试什么试头看看吧，我都去拍了美玲的灯箱了，真假的？偷瞄旁边，对，我已经决定要偷瞄旁边了，需要有人带头，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对要偷看这样，真的、哦，这些球员很年轻是不是？哇，大家都拍灯箱了是不是？对不起，我们拍，我连林廷立的都没拍，对不起。林廷立那个真的跟我一样，就是比较不好追到，而且刚好我那时候是身体比较不舒服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没错。李宗贤应该会是先发吧，应该是吧。我是从职棒元年开始看的耶，真的假的？你需要恶补一下富邦的名单吗？有，我有一个名单。我是从安娜那边获得的一个。有可能的名单、欸、但是我不能讲，不然他会被骂。他说他叫我先练这几个，对，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这样比较不会忘记这样。但我不能跟你们讲是谁，因为他们是不是还没讲他们的先发球员是谁。元年的三山虎现在都不在了，对，富邦平均年龄是全联盟第二年轻的耶，真的假的？所以是一个新，就是很多新生代球员的一个那个吗？但我没有追你公车，不要骂我。富邦的话是祖祖该纳入后宫喽。谁？紫苏
太刚，想追阿里要会杀猪吧？篮球总冠军，棒球的话还没。你说富邦吗？好哟，嘟嘟，不行，零零不能追，零零是我的。在你5月28号那天，我就去拍灯箱了，然后就回台中。I'm so sorry 大家。富邦平均年龄全联盟第二年轻哎、欸。台钢都还没开始加入职棒啊，真的、哦？台钢才刚刚成立耶，真假的？真假的？篮球总冠军哦，台钢明年一军。哦，这样子哦，原来你们怎么都知道这些消息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好爱哦，天哪！我要来赶快。什么？我现在没有追踪少仪啊！少仪，对不起，我爱你。我的这个又宕机了，为什么总是宕机呢？欸，我最近的 Reels 怎么忽然之间人数压这么低啊？怎么按赞人这么少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触及人数只有1000人，为什么呢？我有分享的，但是没有去看。对，我的这个，哇！QQ 欸，这个。好吧，先这样，到时候再说。该买热搜咯，不要，你发的太频繁了。对，我最近发的太频繁了，好像有时候不能发的太频繁，但是没关系，我想说先发，因为我之后又要发富邦的了。太频繁很容易被 IG 讨厌。对呀，之前都超过1000嘛。嗯，对，热搜是微博。哎，你 IG 何时会有蓝勾勾啊？我还没申请哎，我可能之后再申请吧。最近先好好做事。竹竹对彩带形成的橘色海洋有兴趣吗？什么是彩带形成的橘色海洋？我富邦篮球场都还没修完哎，真的假的啦？不行，我哦对哦，我跟你讲，我上次这个也还没，我这个那个这我这一台也有拍那个。拍那个拍贴机那一天，拍贴机那个都还没输出哎、欸，我最近要找一天赶快去输出一下。对，最近都没有输出这个照片，这样不行。这颗 CD 快要满了，我要删掉照片了。触及太低是因为阿里没有追踪你，是这样子吗？你发单人跳舞按赞会比较多吧？好，把卡给我，我帮你输出。他的卡是大颗的卡哦，是这么大颗的卡哦，不是小颗的卡。统一蜂王 7-11 打折，什么是蜂王？祖祖可以帮忙通过领零站位是偏哦，我做梦梦到领零跟我就是在。是完全相反的位置，所以如果我是面向大家右边，然后在大家面向我们的左边的话呢，那领领应该就是相反的哦。那就是 CF 卡，什么是 CF 卡？台东是不是很热？没有，我跟你讲，我们这几天只有第一天是大太阳，第二天跟第三天都下雨，下大雨，是超级大的下大雨。
是超级无敌下大雨的大雨。Oh my god！ 我都有乖乖分享哦，虽然打的内容都是被我骂的内容。哦，王者之师，那我真的要抛弃你了。啊 ，no！ 没关系，因为如果你在领领那边，那你拍到的话就是我的左脸，我的左脸比较漂亮，可以接受。你是有分身是不是？都可以啦，都可以，应该可以。刚才怎么一下怎么一下？是等一下那个是赛前表演，还是说那个加油加油的那个加油加油应援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谁是在哪边。你有问过人家有没有想拍你吗？没有问过耶。你们想拍我吗？哎，你们分高矮组吗？哎，对，两侧中间。突然是问，当然是问加油啊，当然是问加油吗？那加油就不一定，加油加油加油的话，玲玲跟我确实是不同边，没错，对，但是我们谁是哪一边，我真的不知道。对，我等社长的影片，好。零一前辈算高组吗？嘟嘟嘟嘟嘟，啦啦队站哪里？原来是可以预测的吗？我真的不知道站哪里耶。玲玲算矮组喽，期待翻牌。好，那天会画一个世界上最浓的妆。站在我心里，那天画一个粉红色的妆，好了，粉红色。那个衣服应该蛮好看的。站在我心里有一个小可爱，好像谁都高。注意防晒，对，我一定要注意防晒，我一定要小心。对，棒球场很热，哎，会有痘痘看吗？不太确定。别浓到可以炸鸡排哦。好的，我会注意这个浓度的。嗯，画一个可爱粉红色妆。怎么了，小宝贝？最近天气，我走出房门就想要走回来了。可是这几天为什么下雨啊？有说吗？是有什么？就是台风之类的吗？下巴的感觉好像快好了。嗯，这哦，我必须说，台东的空气真的是，而且你知道。台东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台东的那个整个环境的那个热度，它不是湿湿的热，它就是真的很热热，然后很，但是后面两天下雨啦，对，但是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这就是这几天去以后，我下巴是真的就是好很多，就是整个状态皮肤状态很好这样，哦，就是热是不是？想搬去台东住了吗？这个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长期在台东住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年龄还没到，对对对，我们现在还就是可能就是对生活步调还需要快一点点这样。但是你说如果去度假，去台东度假就300分的那种，太阳很晒，会晒伤的那种。有我肩膀那时候大露出来的时候，我有就是擦那个。大超强防晒，台东反而有分风，会更热，测过39度。下雨是因为老天爷为你流口水，是这样子的吗？累了先下了，早点休息。好 ，WJ 拜拜。统一冠军，下午对下午热对流，形成西北雨哦。但去台东真的超远哎，但真的坐火车真的好棒哦。哦，我真的上一次就超想坐火车之旅的，就是那个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嘛，什么明日号，好想坐哦。可是明日号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本来已经要报了，而且已经都报名了，然后要准备付钱的时候，哦，已经付了付定金了，然后就后来他们忽然间打电话给我们说，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好像是
台风还是什么地震吗？还是我有点忘记，就是他们那时候台东的那个铁路线段好像有坍塌就对了，所以后半段就是没有火车之旅，后半段是巴士之旅。那我想说哈，如果一想坐火车，所以最后就跟祖玛两个人讨论，最后就是取消了那个火车之旅这样子，然后就改成去高雄这样，好像是过年的那个假，祖祖去金门住，福利不错，真的。以前坐火车坐到屁股都烂掉了，我觉得台东空气是甜的，可能大自然人比较少，我有点忘记了耶，台风地震。哎，赌头，那天跟朋友讨论卧铺火车，在火车上面睡觉，说到哪里的有啊？哪里有那个金门的还呼叫草莓角？哪里有卧铺火车啊？我也蛮想坐坐看卧铺火车的。赌徒正解，因为有金门酒厂，每天一杯。台湾的没有啊，台湾的没有。我上次有看到一个什么泰国还是印尼还是印度什么的那个卧铺火车，然后他把它通通枕头然后放上去，然后锁上去，好酷哦，超酷的。但我是真的很想去泰国玩，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泰国，真的还蛮难过。然后那时候祖妈还说有啦，我有带你去过泰国。我说没有，你没有带我去过泰国。她说有啦，我说没有。她说有，我说没有。真的、哦，这很多地方都有，是不是？哦，你讲的好有道理哦，这件宝讲的好有道理哦。很难睡吧？很难睡吗？我只有坐过卧铺飞机啊。不可能商务舱哎，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我跟你讲，结果后来祖妈就简简讲到后来，我就说明明就是你自己去的，我都没有去啊，我就没去没。然后祖妈就讲哦，真的吗？你没去吗？我说对，我没去过。她就说哦，是的、哦，想去西藏，我也蛮想去，我也蛮想去蒙古跟西藏。凶欸，不是，因为祖妈说我有去过，然后我说我没有。日本的很漂亮哦，就你现在的状况合理认为你是忘了，没有，真的。因为之前我那时候看到祖妈去泰国的照片，我都超级羡慕，然后我都没有去过。这样也能吵架？对呀，当然啦。会不会当时你在祖妈肚子里啊？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对，但是很确定他没有带我去过。日本火车还有上下层呢，真的假的？好酷哦。嗯，不过我说真的，我是好希望可以跟泰国好玩吗？感觉东西很好吃啦，就是很热，然后吃的东西感觉很好吃，这样。真的，圆圈圈要再造次，真的是受不了。大家再等我一下啊！哎，让他造次的声音。妈咪抱，妈咪抱一下，嗯，妈咪抱，给大家听。嗯，谢谢吗？嗯，谢谢吗？
请问大家，祖祖刚刚是说他的站位在我们的左手边还是右手边呢？你是说我们表演的时候吗？还是应援的时候？圈圈也很死，圈圈逃逸又被抓回来，可硬，受不了就变胖啊！受不了就变胖是什么？到泰国我都不敢随便搭讪。后天要开球哦，我没有要开球哎。日本九州啊，不过票很难订又很贵，真的、哦。会有人一直泼水吗？不知道哎、欸，那个还有那个踩那个丢那个颜料在身上。等我们来开球，好，我没有开球，但是我有应援，我有噔噔噔噔，还有噔噔也那个开车舞，还有行军舞，我要帮他们取一个名字，开车，我好喜欢那个开车，叶子琪。Hello, Steven, 倒车。表演的站位吧，表演的站位我在我们的右手边，你们的左手边。后天你们应该是下午5点，太阳应该不会太强，不知道哎、欸。富邦会给你们应援球衣吗？不知道哎、欸。黑杰克，谢谢你的红玫瑰，你记得球员的名字 ，Amazing， 因为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开车舞的叶子琪。叶子琪，其实我背不起来他们的口号，真的背不起来。是富邦才对，对富邦。祖祖在哪里啊？祖祖在哪里？哪里是 C 位？哇哦 ，corner， 原来是 corner 吗？牢记背后99号，对我就是99号，我是 forever 就这样。圆圈圈，打屁！哦哟。想不走了，拿到东西来，躲到哪里去？叶子琪那天要全垒打了吧？圈圈快逃！叶子琪，但是我就是可能人名跟脸有点对不起来，就是我知道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舞，我只记得这个啦，名字跟舞这个，但行军舞是谁的，我有点忘记了。噔噔噔。那边噔，这个我忘记是谁了。噔，这个忘记了。周六你会跳脚链吗？不会。我刚刚以为你要说圆圈圈打安打，打安打。真躲猫猫，对，是躲猫猫，真的躲猫猫。Hello， 如哥哥，脸盲，对我是个大脸盲。下巴怎么热？下巴怎么都热？怎么办呀？五月月别，我有抽中球衣，真假的？你只要记得球员球号。Oh my god， 我不记得哎，完全没有在记球号，完蛋了。看一下，叶子琪是哦，叶子琪是6号。好好好好，六六大顺，六六大顺，好好好。完蛋了啦，我记不住他们的。是不是噔噔噔噔是行军舞是林哲轩的是吗？我不记得了啦，怎么办？完蛋了，谁是谁的、啊？你只要记得站哪一区就好了，哈哈哈哈。豆豆天，不行，他现在还没出来，完蛋，剩一天还没记起来。可以啦，我一定会记起来的。球员球号没花个时间，还真的记不太起来。不要跑错边，好久不见，快吵我一下，好久不见，有吵到吗？要记一下球号才知道谁上来了。对啊，可是还要同时要记他的舞，我真的好紧张哦。但你太高，跳错很明显哎，所以我一定要偷看旁边的跳的。紧张，希望我在安娜那边，安娜 cover 我。你当天就当在打友谊赛就好了。会遇上对手石原他们吗？我不知道哎、欸，为什么突然离镜头这么近啊？对不起，我后退，因为我现在没有戴眼镜。其实忘记的话，看旁边前面跳球衣跟着跳就好了。好，99号球衣通常是二军教练哦，所以高组就是01栗子跟我了嘛，应该是。安娜是高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会是一个啦啦队员带一个成员吗？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现场是什么情况。各位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可能要问一下林毅前辈，或者栗子前辈，佳丽前辈啦，或者你讲栗子前辈有点不像，栗子或是林毅，先预定你和慈妹合照。他们不是说慈妹没有那个吗？没有班。八八闪人，拜拜，兔兔。富邦99号现在有人吗？不知道哎、欸。那只能问啦啦队了，对，要问他们，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林香怎么了？慈妹没有来，我现在在看富邦转播，他们好像很少切到啦啦队画面。后天新庄球场来，我们来开球，好。比较乐天应援，问易云呢？易云他大概也是不知道，易云他应该也是搞不太清楚状况，跳错就装可爱就对了。好，呵是什么意思，杰克？忘记不要紧啦，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看笑话。欸，什么意思？不可能呢、欸。九九有人穿的样子、欸，真的好、哦，九九有人穿了。嗯，好棒，好酷。嗯，你说的对。嗯，我说的都对。Hello， 清风，现在几点啊？嗯，在想要不要去接主吗？好吧，那慈妹只好我自己改天进球场拍了，你就秀性感就好了。好，没问题，我会好好秀性感。好，亲爱的大家，我差不多要关播了，你可以看75台，因为富邦这三天都在行动。我跟你讲，有，我昨天有看，我昨天还是前天晚上的时候刚好有转播。如果主厨有忘记舞步的表情，请帮我拍下来。那一定超多的啊！哦哟，我好紧张哦。好好，我等一下赶快，对不对？球员被三振了，也要性感嘛？这个嘛，我这个肯定要问一下。慈妹不是在国外吗？进圆圈圈为什么会有塑胶袋的声音？下播，你要跟我一起下播。嗯，来，我们一起下播。快点，来，我们一起下播。放开那位女孩，来，放开那位女孩。来，我们念榜榜，第10名，我看一下啊、哦，看不太到，这样，第10名，海豹，第10名，海豹，拍手，咚咚咚咚咚咚咚，第9名，吼吼，拍手，第8名 ，Drake， 拍手，第7名，小宝，拍手，再来。第6名钟颖拍手，第5名博成拍手手，第4名阿贝拍手手，第3名嘎嘎比宝拍手手，第2名吉米周周宝拍手手，第1名 WCI 宝贝蛋拍手手，看前面看镜头拍手手。以上宝贝们拍手手，谢谢宝贝们给我圈圈的罐罐，耶！我嘟嘟嘟嘟，不行，捣蛋，这个小捣蛋不准你下，你要到妈妈下播才可以离开，抱住，圈圈 ，give me five。强迫上班嘞、欸，圈圈辛苦。乱讲，吼吼。想要逃跑的小猫咪，想要逃跑啊？嗯、啊？嗷嗷嗷嗷！嗷嗷嗷嗷！
圈圈不加班了，他害羞了，他不是害羞了，他还没绝育，我们家圈圈还没绝育。圈圈不可以咬下去，圈圈不加班呢。祖祖跟圈圈都辛苦了，很可爱哦，圈圈，你最可爱的小宝贝，妈咪想死你了。这几天在那个视讯里面都只能看着他，都不能抱他，妈咪都想你，知道吗？所以你啃我的手是什么意思？谢谢宝贝，还帮我舔一下，最爱你了。好啦，快去呀，妈咪要下播了。明天要记得抢票哦！明天要抢什么票？手指头真香啊！祝星期六加油！都快七月了，星期六见。对啊，快七月了，我在期待启阳老师的下半年运势。大家看七月运势了吗？我还没看。他说，我只有看到前半段，说金牛座七月会很辛苦。大家一定要支持我表。干嘛抓板子抓这么大力？妈咪又不是故意一直亲你的，想你不行哦。哦，一起上演唱会，大家记得哦。我知道我运气都用在你身上，好开心哦！就是跟大家聊天，好久不见呢，宝贝们，我们好久没有一起聊天了。什么时候可以看圈圈后空翻啊？哦，他最近玩疯了哦。对呀，他快满七个月了，他快要可以结扎了。圈圈压力好大哎。有聊到天吗？有啊，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人生。对，就是我最近有在努力的复健我的身体。对，但现在我有点害怕，就是这次我才跳一首歌，然后激烈的一首歌，我就已经有点，大家知道，就是偏属于一个肺快要爆掉的状态，就是身体有一点微弱。然后现在正在有点紧张，就是这个礼拜六就是要整场，然后我不知道是要应援几个 run 啦，但是就是有点紧张，然后再来就是下礼拜的那个公演，哇，好紧张啊，真的好紧张啊。对啊，就是不确定，希望可以跳得完，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复健一下自己，很多 run 是不是？好，知道了，公演我无法到了，拍戏没关系。大约九首以上，不要硬。大约九首到以上，不要好。下礼拜的公演，不是下礼拜吗？还是下下礼拜？不是吗？你放心，周六中间有休一小时，中间有休一小时，是不是？好好好。Hello， 如哥哥，圈圈，妈咪抱抱，妈咪抱抱啊，跑掉了。二十一、二十二才哦，是下礼拜，对不起，下哦，公演是下礼拜哦，哦，那好像，哎呦，因为一局打太疯会跳三个人以上，哦，吓死我了，是下礼拜是不是？还有时间慢慢来，好好好好好，好恐怖耶。好，期待一下我的照片。圆圈圈，你要干嘛？一局出局是数位是三个打，我好，我要加油，好，应该可以，我慢慢的把身体恢复一下。
好恐怖，好紧张，我好害怕。好，加油，加油，呵呵哈嘿，加油，呵呵哈嘿。今天不知道讲几次圈圈快逃了。好啦，那今天直播先到这边，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哦。就七月跟公演，然后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七月份的生写真，我个人蛮喜欢的。拜拜拜拜拜拜。